黄子佼早年在节目上自称是台湾最有名练幼齿艺人之一，称自己和许多男星交往女友的年龄差比不算多，大赞当年21岁的杨丞琳可爱，被指恋童连忙否认说15岁以下才算童，还搬出日本杰尼斯的追星模式做对比，觉得相差15岁以内都不算什么。就喊冤了，我是台湾最有名的 IUK 的艺人之一，对对 对， 对，可是你回头回溯去讲，小 S 差我6岁嘛，还好还好，阿宝只小我1岁，所以那9岁啊还是比不上汤姆克鲁斯，比奥纳多最新的新闻他交了一个21岁的，差10岁，我这个还输他1岁，我还要加油哎，那可是还是有很多不为人知的，差很多的，不为人知的，我还有比我老的嘞，我还有交往过比我老的，真的假的？对，但是我很喜欢欣赏，就我觉得我们欣赏美女合理嘛，就今天看到杨丞琳很可爱啊，我就说她很可爱，是童癖那个，杨丞琳是童吗？杨丞琳不是童啦，对呀，说15岁以下是童，对呀，杨丞琳已经20有1了，就是已经不是童了，对呀，所以我觉得那你讲，其实女孩子哦，我们看日本那个杰尼斯有没有？有，都10几岁开始在走跳江湖，对，所有粉丝都比他们老，那不是喜欢 UK？ 那你觉得？